师妹，眼下咱们该如何是好？还救不救大师兄和小师弟了？就是一定要救的，只是硬闯只会全军覆没，所以得想个万全之策。嗯，快走！啊，干嘛？怎么了，法师？有没有闻到一种？ 特殊的香味，是我。定是我跟那聂小尖相处时间太久，身上沾了一些香气。果真如此。 大法师为何也来了？定是跟着那个花妖小妖进来的吧？早就闻到他身上一股怪味，没想到那个老巫师会藏在他的身上。那花灵不是跟大师兄一起被抓的吗？他竟然自己逃了。早就知道他另有目的，只是没想到方才他竟然会保护咱们。你说他发现咱们了？当然，他是妖，怎么能够瞒得住他呢？虽然他还有点良心，可他们这是要到何处去啊？ 说你笨，你还真是笨啊！那个老巫师能来，定是为了麒麟脚呗。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？先离开这儿，再说吧。走。第十一回。 实话告诉你，那鬼阵是本座一手安排的。10年前，本座将钱道士安插在鬼阵里，就是为了制造恐慌，搅乱人心，让外人知难而退，不敢靠近，以达到保护女儿国的目的。属下不知，是法师的计策，竟帮助李天他们杀死了钱道士。 不知情，不怪你，但是这一次，你要全力配合本座，拿到麒麟鞘。是。 师妹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咱们得救他们呀！我这不是想着了吗？ 今天是什么大日子？他们为何如此热闹？不会用你的脑子想一想，这定是警报声啊！警报？何来的警报？会不会是那老巫师和花妖闯入了麒麟塔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这个时候天牢的看守一定非常的少。走，去救人。走。
没事吧？你终于来了！居然用锁骨钩这种手段，师妹，这回你可看清薛少秋的为人了吧？忍着，这确实太残忍了。行了，让开。 你张什么嘴啊！滚！这是我自制的百花玉露丸，是可以减轻疼痛的。这一次免费。幸亏不要钱，不然你把我卖了都没钱还你。你卖了能值几个钱啊？还不知自己几斤几两。行了，时间紧迫，咱们赶紧走吧，快！ 咬破了，这定是麒麟脚了。恭喜法师。 终于得偿所愿，走！这不是安府的管家吗？当真是缘分，竟让我们在此地相见了。 原来是薛大人。在安府，法师从未把薛某放在眼里，可没想到，如今却落在了我手里。继女儿国之前，薛某早已查明，鬼阵干尸案，真凶就是大法师你。本想回到长安城再找你算账，可没想到，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今日你无法使用法术，此处又有另一重结界。 我劝你，还是束手就擒吧。那就要看薛大人的本事了。 想不到薛大人让我准备的五谷还有这等大用。此番多谢薛大人相助。这是薛某分内之事。不好了，李天他们逃了。什么？先把他给我带走。带走。 小师妹，冷静一点！别拦我，小师妹。好了，花妖，今日我们非要把话说清楚不可。这一路我们也算待你不薄，处处对你照顾有加，你为何要把这个法师带了进来？你怎么想的啊你？我知道你们避人不信，但我事先并不知情，我们当然不。
会相信？你这叫卑鄙无耻！我来此处，他并不知情。李天，我好奇得很，本座既然被那薛少秋所擒，你应该高兴才是，怎么就会出手相救呢？法师，你若是死了，我们几个恐怕也活不成了吧？这倒是实话。虽然法师你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也懂得一点江湖道义。如今，我们也算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不如，我们来做个交易可好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做个交易可好？你们的命都在本座手中掌握，你们还拿什么跟本座交易？我们几个人的命确实是在你手中，只是没了我们，你还能拿到麒麟角吗？麒麟塔你已经闯过了，这一闹他们必然会加强防护，想要再闯恐怕是不可能了。除非我们联手。跟他们联手不行。我凭什么相信？那你当初又为何选择我们呢？若是我们帮你拿到麒麟角，你就要帮我们解除蛊毒，如何？大师兄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救他们已经匪夷所思了，如今还要跟他们联手？若是不联手我们又能如何？如今我和小师弟一身的伤痛未愈，别说去抢麒麟角，就是走出女儿国都是难事。那我们又如何相信他能替我们解蛊呢？如今我们也别无选择了。你们放心，只要拿到麒麟角，本座就会履行承诺，替你们解蛊。法师，你就不怕我再骗你一次？怕？你敢吗？先让李天逃了，又让这巫师逃了，闹得人心慌慌的，让朕如何向全国百姓交代？陛下息怒。国师，保护女儿国是你的责任，若再出什么乱子，我唯你是问。薛大人，这些人也算是你带进来的，麒麟角出了意外，你也休想离开。不是玄空子，你就是李天。是，我是李天，我错了。你还在骗我？说，你为什么谎称自己是玄空子？当时你想要杀我，我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。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？十八年前你说过要娶我，为何要杀我？你难道就不觉得这其中有蹊跷吗？我既然说要娶你，我为何还要杀你啊？我也想问这个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对天发誓，这根本就不是我做的。其实我也在暗自调查，到底是谁冒充我，竟对你做出如此天理难容的事。你还想狡辩？何不躲？自从你上次不辞而别，我寻遍了整个青阳山都找不到你。自从你离开之后，我整日魂不守舍，万念俱灰，兽影自怜，秋水照，请虚怜我，我怜请。师父怕我太难过，就让我离开青阳山，去了杨府做书童。
可是当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似曾相识。和你慢慢相处下来，我脑中关于你的记忆竟然慢慢开始复苏了。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你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出现了。你叫我如何面对？当我记起你之后，你知道我有多苦，多挣扎吗？啊！我不想再重蹈覆辙，所以我只能假装我不认识你。后来我发现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因为我想你。要是不信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。反正我已经身中蛊毒，我死不足惜。但是我不想连累我的三个师兄妹。华灵，你可否给我一点时间？等我替他们解除了蛊毒，我李天甘愿以死谢罪。18年前，我曾带我一个小妹见过你，你可还记得她名字？大师兄，怎么跪着呢？小莲可闹脾气啊！华灵，你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爹，这女儿国这么多姑娘，你就喜欢她这样的？我差点又死了，还好我足够聪明。怎么回事？这花姑娘总说我又要娶她又要杀她的，可我根本就不记得呀。花姑娘也真是可怜，若不是因为心里有你，怎会三番五次被你所骗？因为她好骗啊。这女人啊，只有情见其中的时候，才会变得如此好骗。先我帮你还回去啊！你平身起来吧。腿都跪麻了。塔的结界已经遭到了破坏，一定要尽快修复。是，陛下。薛大人，烦请你尽心守护了。是。陛下，结界已修复。二师兄，你犯得着叫得如此销魂吗？我用的是毛笔，还是隔着衣服？师弟，我全身甚是敏感，尤其是腰部。你可否大力一些？哎，师弟，继续啊！啊！
师弟，你画的是什么呀？此乃我专门设计的一道符，阻挡一切，防火、防盗、防五谷。既然如此，师弟，为何呜再大力些？呜，舒坦。你们竟然还敢闯进这里！薛少秋，师弟，麒麟脚要紧。精美，拿回去卖了也能有个几百万吧。小师妹，前有结界，后有追兵，这你都能想到银子？麒麟脚都给他了，我要个盒子算什么？大师兄，别管我们，快去！终于把你们全抓住了，薛少秋，你有本事把我给放了，我们决一死战。玩阴招算什么男人？从你们谁先开始？你，你，还是你？不要啊！让各位受苦了。你们是一伙的。没错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困住你。怎么了？大师兄，你身上怎么有股怪味儿？花姑娘，你可算是现形了。就你养尊处优啊！师妹，那时我的小师弟就已经算出你的发簪绝对有问题，里面似乎还藏着其他的人，所以我们早就猜到，定是那安大人不放心，派人监督着我们。可是他也不至于亲自出马，所以除了他还能有谁？只有法师。和少卿大人会面之时，我们便好好的谈了一下合作之事。我此次找少卿大人谈判，目的只有一个，
你放过我们，我们一起查出十年前的真相，找出真凶，如何？好，我们早已和女儿国打好招呼，少卿大人，只需假装投靠于他们，全力追捕我们几个人，女儿国的人也会全力配合你的。我抓捕你们，要如何对付那个大法师？其实这一切，都只是为了将他引出来，让他相信麒麟角真的在女儿国，逼到他亲自出手，到时我们自有办法对付他。真没想到，一向死板固执的大理寺少卿，你演起戏来却如此逼真。等回去了以后，你就别回大理寺了，跟着我们走得了。小师妹，你如此猴急地拉着少卿大人入门，不太合适吧？你们可别忘了，若不是我设计这阵法，怎么能困得了巫师？你们早就计划好了。没错，麒麟角根本就不在此处，一直在国王的手中。让你更想不到的是，这里才是真正的女儿国天牢。真是好手段。厉天，原来你一直在骗我。花姑娘，我并非是在骗你，只是有些时候我也迫不得已。说起来还真要多谢花姑娘，如今我们也算是扯平了吧。是去是留，悉听尊便。大师兄，你真的放他走啊？我们的目标是他。你们布下这个局，只是为了结果吗？那本座告诉你们，休想！小师兄，你这未免也太残忍了吧！不如再给他多提几掌。好嘞。同归于尽。大师兄，看来这老巫师不会就范的。这个老巫师能活这么久，会一身巫术，肯定极难对付。不如我们先去找国王陛下，女儿国有这么多秘术，或许有用。又能见到国王陛下了，可算爬上来了，累死我了。二师弟，你既然已经上来了，我们就一起下去吧。啊！等等我！还不走啊？李天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们先走。你究竟打的是何主意？我只是想解蛊而已。但大法师他不能死啊！他若给我们解蛊，我自然可以放他一条生路。没想到你演得这么好，一直被你所骗。那你是不是一直都记得他？我是真不记得这个镯子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就当我自作多情吧。可算是下来了。
大师兄，以后再有这爬塔楼的活，你可千万别叫我。哎，哎，太无情了。法师，他们已经回皇宫了。演了这么久的戏，终于知道麒麟角真正的下落了。那现在该如何破除这阵法？区区一个阵法困住本座。参见陛下。你们来了。陛下，经过我们多日配合，终于将那个邪恶的大法师困住了。此次真是辛苦各位了。只是那法师究竟是何来路？陛下，那大法师本是西域的一个巫师，法术高明，作恶多端。他一直在寻找麒麟角，传闻麒麟角现世会引得天下大乱。陛下，可万万不能让他得手啊。你们的蛊毒可曾解除？尚未解除。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法子可以解蛊吗？除了那个大法师，没有。若真没法子解蛊，到时可喝些麒麟角之水，或许会有些作用。多谢陛下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陛下，法师逃走了。什么？他现在何处？已经杀到皇宫了。保护陛下。麒麟角给你，陛下，万万不可！
大师兄，好，你真会为了他交出麒麟角？其实，他是我一个旧友之子。旧友？我曾答应过要保住李天的性命，我可以把麒麟角给你，但你必须将他们身上的蛊毒解除。先交出麒麟角！陛下三思啊！连李天都说万万不能将麒麟角交给他，否则会使得天下大乱。事到如今，救人要紧。秋末冬阴，去把麒麟角拿来。是。等等，我如何分辨这麒麟角的真假？真正的麒麟角，遇水则化血，落地则无形，这是它独一无二的特点，所有假的麒麟角都无法做到。拿来，先给他们解骨。这就解了？我怎么确认你的蛊毒已解？真的解了？那我怎么相信没有其他的蛊毒呢？这铃铛并非只针对你们体内的蛊毒，而是能激发世间所有的蛊毒。若是没有反应，那只能说明没有任何蛊毒。无心正才，光照玄冥，千神万圣，护我真灵，确实解了，已经确认了吧？把麒麟角拿来。多少相思碎。
茫茫。